再见。听到没有？我先走了。就是他。快点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早点回来啊！丁组长被炸死以后，关于井上岩的一些事物，就是这个马专员在接手。我想，我们应该可以从马专员身上得到井上岩的消息。哎呀！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样？哼，看来这个马专员是有苦说不出啊，所以才天天到夜总会去消遣。是中统的人吧？回去告诉他们，我马建伟可不怕他们。马专员，您夫人是国防部高副局长的千金，是个出了名的母老虎，对吧？不，两位求求你们了啊！你们是我太太派来的吧？千万别把照片给她啊！我对她可是忠贞不二。对，都是这个女的，真的。你问她啊，要不这样吧。我给你们钱行吗？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。我们不要钱，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日本那个炮弹专家井上岩的事是你在负责。这是高度机密，我不能说。哦，机密。那再机密的事情，这相机里边的照片机密吗？我忘了，府上的电话号码是。你又干什么？我得让您夫人把您接回去啊，顺便再把这些照片送给他。别，他会杀了我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求你，嘘，电话通了。马太太吗？谁呀？马专员有话要跟您说呀。我全说。我全说行吗？求你了，把电话挂了吧！啊！说，井上岩在什么地方？他在千名湖的湖心岛上，那里有一个监狱。是离城20里外的那个湖？是。那和外界没什么联系，而且有著名把手，所以上面才把井上岩关在那里。我要这个监狱的平面图。怎么开的车啊？
清楚，一定是和通缉令上的一模一样。对，放心吧，我没看错，放心，真的。啊，好。报告署长，发现女子小队了，有人看见他们藏身在城东的一所民宅里。 前面湖的湖心岛戒备森严，平时基本上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，里面关押的都是一些政治犯和重要俘虏。那能确定井上岩在什么位置吗？应该在这儿，44号。糟了，是他。 刚刚被我撞到的那个巡警，坏了，他一定是在跟踪我们。刘成，这儿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报告黄处长，那些女人就在里面。你确定人都在里面吗？绝对没错，我一直在这守着，没有人出去过。 学明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赶快出来！头儿不好，黄处长也来了，还带了好多人，来的这么快。刘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，我要活的。嗯，走。 只有把建筑墙炸开，旁边就是隔壁邻居家的后院，我们从后院逃出去，逃出这片街区。好，好，嗯嗯。欧阳兰，尽量用最少的炸药，不要伤及无辜。好，我明白。 Thank you.
你们是要朝黄处长开枪？废话，没看到有人要冲进来吗？他是你们的处长，不是我的领导，我必须用火力阻止他们进来，明白吗？别开枪！别开枪！ 饺子，吃吧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吃吧。吃啊！哎，好，有了这张图，咱们找到井上岩就不成问题了。但愿明天我们一切都顺利。对了。
我总觉得那个丁组长没有死，他应该跟那个红桃酒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嗯，这饺子真好吃。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哦，那我送送你。好。你看，我那么好的手艺，将来你要做了我太太，我天天做给你吃啊。我可没有那么好的父亲，还是找别人做你的太太吧。你看，你看，太扫兴了吧！我一说这个你就……这次我们一起行动，不代表我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我们还有艰巨的任务。伤得越来越深，还是让一切早点结束吧。
没什么，是一条鱼游过去了。来，啊，那边，那边，那个，啊，哦。事情你不必知道。哎，经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干嘛老用这种态度对我？我又没让你来帮我们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。哎，我说你戒心也太重了吧？也许吧。不过，只有你自己明白，你有什么目的。哎，要我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等任务结束了之后再吵？这可是在人家监狱边上呢，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进入监狱的下水道，是我们进去的唯一通道。没错，就是这儿。你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老鼠，雪棉，不是你让我们从这个下水道里钻进去啊？怎么？难道你还想让人家从大门请你进去？不是，太恶心了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少废话，帮我把衣服的拉链拉开。早说我才不来呢，哪来那么多废话。老总，稍有动静就会被发现。
刚才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下水道里传来的。哼，这地方除了老鼠还能有什么？也就我们两个可怜虫了。走吧。哎，走。走。我先上去。好。行了，咱们赶紧让开吧。
们就是那几个通缉犯吧？居然还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劫狱！弟兄们，我全部拿下！带部队到千明湖去，这是为什么？薛敏他们把井上岩给劫走了，劫走了！快去啊！是。明天鬼子那儿不认账了。姑奶奶，我饶了你，算你命大。他怎么了？好像是骨头断了，得找个地方治一治。是。队长呢？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我来，走走走。来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在这边，仔细找找啊。这一带都搜过了吗？是的，继续搜。
这样又何苦呢？你不是说过不喜欢我吗？干嘛那么紧张？明明对我关心，却要装作冷若冰霜的样子。你是在骗我，还是在骗你自己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恋人一样那么相爱？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抗拒我？这是为什么？患难之中再见，真情意。风就是你，雨就是你，我的身子不允许我和你在一起。 我明白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不管你明白什么，我只要你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两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风就是你，雨就是你，快点，给我走。 快点！怎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老实点，大家都没事吧？现在国军正在追捕我们，我们得找个地方马上躲起来。走，快点！ 大下手，这活我拿手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，怕我把景尚言给拐跑了？是，我是不敢相信你。黄耀兰，你在景尚言旁边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明白，放心吧。 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在想和野村交易的事情。哎，景尚言都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怕什么呀？你以为野村会那么轻易的交出红桃九吗？佟玲玲，冷月，你们过来。哦。我要交代给你们三个一个任务。